五倍券才领第一天，搞不好有些人都还没拿，但很多人已经梭哈完毕，因为有百货就推你5000，全在这里花，他就多给你购物金，所以才第一天，很多人就在这里花光光。十月本来就是百货周庆档期，又碰上五倍券振兴一下，民众券9点到手，火速去百货等开门。前收到的应该是有5份，5份五倍券，25000来换百货购物金。微风集团限量推振兴加码，你拿5000，不论纸本或数位，就能换等值6000的购物点数，各分管加起来限量1000份，兑换已经破80%。收到满满5倍券的还有统一时代，一早这些人都是排队等着去抢百货限量加码5倍优惠的。业者这回推纸本5000换7000购物券，但限量3500份。上午开门第一个小时就收了破100万金额的纸本5倍券。五倍券的优惠除了有百货要你一次交出5000块，他给你更多的购物金之外，还有业者是要你直接花钱，花满额就再给你额外的购物折抵金。原版 H3 周庆优惠外，用纸本券来买，满3000就送你折抵券。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这个五倍券，有赠送2200的抵用券，等于未来买东西也有回馈。专柜人员说，有人已经打来预定，晚上就拿五倍券来血拼。另外，餐饮集团也推振兴加码，麻辣集团旗下10个品牌，只要消费凭现金或纸本，这周末起满千就送1000元折抵券，甚至针对面额推活动，像这一杯100多的哈根达斯，业者推8杯，你拿1张500就 OK。还有哈火锅也玩满千送千，来就先吃满满蛤蜊好料外，再给你礼物券，满3500有15张，包含了牛小排、象拔蚌兑换，满7000还多一只波士顿龙虾。五倍券出手前比一下，才有机会变6倍、7倍、8倍回馈。TVBS 新闻张志安、林瑞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